今天是星期六旗津州的开机第一天。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，开机就是大主题。相信未来，希望这次夜里我们不畏严寒，不畏酷暑，互相鼓励，互相进步，互相包容，一起完成这个乐趣的乐趣。谢谢大家。好啦，三号，下个月还可以见吗？上次。